But I saw that they have now Crocs for dogs. Crocs. Yeah. 美国网红不敢相信，美国时尚丑鞋 Crocs 洞洞鞋连狗狗都不放过，和宠物用品巨头推出四脚款，要抢赚宠物财。This week, the company announced their new line of pet Crocs, a version of the classic Croc clog.But made for dogs. 洞洞鞋曾是时尚灾难，因休闲舒适，经过美前总统小布希加持后，咸鱼翻身，现在更跨界宠物圈。新款自信活泼，魔鬼年设计，大小毛宝都能驾驭，夜间外出还能散发荧光，让狗奴趋之若鹜。Crocs 向来眼光精准，先前和豪奢大牌联名，这位跟上拥有庞大市场的宠物商机。Dog parents, stop what you're doing. Dolly Parton came out with a doggy line called Doggy Parton. 瞄准毛孩市场商机无穷，乡村天后甚至还推出自己的宠物品牌，坊间甚至出现狗狗专用风扇夹克，外形与功能一应俱全。现在就连奢华品牌也要看狗脸色，一套狗衣服就要台币近3万元，名牌狗牵绳近3万，狗用睡床甚至要15万，狗碗还分家居和旅行用，价格近台币20万都有人买单。ドッキングしていただいて、ファンをつけていただくと、毎日の散歩、例えば1回の散歩10分だと。这是因为美国饲主为萌宠砸钱绝不手软，从2013年到2021年，宠物支出费用足足成长近80%，今年市场。规模上看5兆台币，也难怪品牌不分高档还是平价，都来抢食这块市场大饼。财新闻严信报道。